北美红星卫视生活在湾区节目单元新闻大家谈，感谢各界朋友们热烈支持。本次主题阿扁的十字架，究竟阿扁的保外就医是人权问题、政治议题还是法律问题？节目中邀请到民主进步党王龙文主委以及中国国民党刘静文委员两位立场不同的来宾展开精辟的论述。欢迎关心时事阿扁争议性话题的朋友在4月8号、9号周一周二晚上8点锁定生活在湾区节目新闻大家谈。国民党最好不要光冕堂皇在外面。阿珍今天没有坐过半天牢，甚至于法律程序没有走完。